上古之时，天地分仙、凡、妖三界。传说仙界天庭有一至宝轮回镜，能呼仙唤神，感知古今，通晓未来，更藏有执掌天道轮回的秘密。持此镜者，号为天帝。自此任天帝登基以来，四海升平，凡间人世昌盛。然而妖族之中却有些桀骜不驯者，他们蠢蠢欲动，妄图抢夺轮回镜，一统三界。天庭将倾，一场席卷三界的动乱即将到来。自从我成为天帝以来，天庭一片繁华，看来我已经不需要劳心尽力，可以尽情享乐了。今天的天庭也是一样和平啊，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？陛下，您吩咐的宴席已经安排好了，织女和七仙子都已应约来赴会了，只是嫦娥仙子还是不愿离开广寒宫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改请太白金星前来赴宴了。太白？不太好吧，那丫头太能闹了，有点受不了她。陛下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怎么回事？这里怎么会有妖族？天兵天将，快拦住他们！我是来天庭赴宴的，可现在天庭里怎么会出现妖族的大军？看样子他们还在源源不断地想冲往玉座。不好，我得赶快去玉座保护天帝才行。我先去探探路，妖族大军攻上天庭。不好，快去禀报天帝，拖动左下方遥感移动。他们打过来了，先使用普通攻击消灭他们。前面的天兵有危险，快去救他！居然有如此多的妖族，快使用这个法术，可以产生大范围攻击，并击飞他们。是大批妖族进攻天庭，这难道是特殊的攻击？那就试试这个，拖动第二个法术图标，对指定方向进行攻击，消灭他们。哼，就这点实力也敢来攻打天庭？
天兵天将，哼，实力不过如此。你是金翅大鹏，原来是你统合妖族作乱。作乱？哼，凭什么我们妖族就要屈从于你们这些神仙？这天空之上，我才是王者。你想去给天帝报信？哈哈，不如留下来伺候本大爷，反正天帝马上就会被干掉，这天庭的宝座就是本大爷的了。你休想对天帝动手！中了这个法术可就危险了，快点击闪避按钮躲开。又来了，小心！闪避按钮最多可以连续使用两次，之后会进入冷却状态，我可要谨慎一些。休得伤我妹妹！哦，能挡我一招，倒有点硬骨头。报上名来。天庭战将，贪狼星君。哥哥，原来你就是替那天地老儿四处征讨我们妖族的贪狼星君。哼，倒也有几分名气。就让我来看看，天庭首屈一指的战将是不是徒有虚名。快走，我来挡住大鹏，别管我，你去守天地。哥哥，你千万要没事啊。我帮妖孽竟然擅闯南天门。混世魔王何在？属下在此。你带上人马守好这里，想去救天地的神仙统统给我拦下来，一个也不许放过。遵命。切，那些土鸡瓦狗根本不堪一击，让老子去一棒子扫平他们。三弟，大事要紧，我们先去把天庭至宝轮回镜抢到手，别误了大哥的安排。小心，前面的妖族精英非常强大，快速点击第三个法术图标多次，产生连击效果，攻击他们。啊，好险！部分法术需要短时间内连续点击，才会产生高伤害连击效果。
想从此过？哼，我可是天庭上仙太白金星，没时间跟你这种小角色啰嗦，快让我过去。太白，刚才突然就出现了妖族，幸亏天兵天将击退了他们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些妖族怎么会打上天庭来的？是金翅大鹏带着他的两个兄弟统合了妖族大军，叛上作乱。也不知是谁调开了天庭的防卫，我们事先一点预警都没有。太上老君呢？他不是应该随时在你身边吗？老君他带着天兵天将，说是去御座外帮忙防守了。可是我一路赶来，到处都是妖兵，只有我哥哥还在外面拼死抵挡大鹏，也不知道哥哥他怎么样了。Ha ha ha.